唔係好驚豔啊，但 OK。有冇我嗰日食嗰只金龍肉？我試咗一個呢個先，好濃喎。系个新果好吸引我，哇！好大片咧，系啊，肥婆啊。今日咧，我哋入咗一间叫 café 拉波斯嘅一间餐厅食下午茶。大家话说，我哋嚟到呢间 café 之后咧，发觉到原来佢系冇英文嘅 menu， 但系因为我睇网上介绍嘅，咁我哋咁啱喺呢一区，我哋就嚟咗试，所以我哋每一个餐牌都系用 Google Translate 嚟 translate 嘅，所以希望我哋嗌嘅系啱噶啦。咁等餐嚟嘅时候，我哋再同大家分享，想同大家系咪系啱嘅 menu。朋友，事实证明我哋 Google Translate 系啱嘅，因为我真系点咗一个 ice coffee， 而我朋友点咗一个 latte。我哋 Google Translate 系成功嘅。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上 Google 系一个伟大嘅发明。系嘛 ？OK， 好，我哋睇下我哋嘅甜品啱唔啱先。好啦，我哋事实证明我哋嗌啱嘅分，终于嚟啊，啱嘅啦！哇！终于成功咁点赢七成米都出到啦，一个一齐即系包，系咪？应该系。系啊，有芋头嚟嘅，而家佢就一齐即系抹茶啦，系咪？有磨子，咁啊，我嘅计划咧，要食到磨子啊，同埋食到磨茶，系。咁啊，咖啡，日本嘅，冇印象 ，OK， 冇印象 ，OK， 继续。好，我去试下先。可以，慢慢。你呢份好多嘅，好似好浓郁啊。我试下先。是不是 taro？ 是 taro， 是 taro 有点假。蛤？有点假？不是那些很安静的感觉。哦。OK。香港来说呢，士多啤梨呢，日本好像金的。所以呢，你去到香港。OK。我老友几时咗到我事啦？酥酥话有啲假，我又唔知道，但系我睇下呢个，呢个表情嘅，我试下呢个行呢个。诶，我食唔出佢嘅打螺味啊！炒味系 OK 啊，但系真系冇食到打螺味嘅。唔係我想象中嘅好好食，但係可以接受嘅。就唔係呢個食得回本嘅。都得係，我哋試下個抹茶先。算話呢個係限量版嘅抹茶，咁我哋就買咗一個啦。佢嘅人氣第一個咧，唔係呢個嚟嘅，佢人氣第一個係草莓味。但由於是限定的鑊鑊體，所以我就試了啦。這個又不可以切得咁中間，所以我哋只係要揀嚿嚿，中間有嗰個咩？入邊係咁嘅。就一般就係個 sponge cake。首先我試下佢抹茶先。咁我以後。好天啊！唔係好驚豔啊，但 OK。有冇我嗰日食嗰只金龍肉？我試咗一個呢個先，好濃喎。係咯。呢個好 soft 啊！哦，舒服你好爽。好嘅，嚟再試下啲磨子先。但係你話，真係冇經驗㗎，真係冇啦。就冇好似嗰個盒嗰間一隻食得好經驗。好濃啊！呢個咧，好啦。煙韌嗎？好脆。好脆，好脆啊！我覺得應該呢個好紅。呢個係好濃郁嗰只，我覺得係卻多啲死咯。我都覺得係，佢又話卻多係一定要食嘅。
我唔知道你哋好正宗嘅係點啊，但係呢個咬落去就茶香味重啊，甜咯。OK， 但係咧就冇話好油啦，但係就係甜咯。價格上咧，我都話，因為我哋套餐嘅呢個同呢個係2400多啊，係一個套餐一個蘇芙蕾加埋杯水。係2400多，加埋我依一個咧，就一件蛋糕個一杯水咧，都係1500多。因為總共係3900，係包埋稅務嘅。嗯，總嚟講就係大概70多蚊萬紙，唔止，應該係80多蚊萬紙。80-90蚊左右咧。我覺得在日本來說應該是相當於普通普遍的價格，但是對於我來說是稍微有點貴的。因為其實呢，你如果來說的話，我覺得是其實 不貴的一個套餐來的、因為我們吃一個大富翁都要400蚊起頭，吃支 ice cream 都要800蚊左右，但如果你是因為有個士多啤梨貴的士多啤梨，如果你不吃貴的士多啤梨 ice cream 的話呢，都要600蚊、所以 吃海鮮來說都說有500、所以其實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好了，阿張入到這間人家說人氣很高的一間、甜品店了。哇，它有很多的選擇的，我們這次打算 pick up。 今天呢，我們買了這個在、Osaka 挺有人氣的一個蛋糕店了，叫這個 Qu'il, fait, 是這樣讀的應該是。話說呢，佢嘅嗰個tart呢係勁有名嘅，但係呢我覺得價錢呢真係有啲貴。好貴好貴。因為呢我為咗慶祝呢個壽星嘅生日，就送咗呢三個蛋糕俾佢。你幾有愛，喺日本同你慶祝生日真係唔應該。係啦，你仲記得我生日。Of course, you. 咁我哋試食咗先同大家分享。今天是深夜了，所以我們因為怕肥，所以只吃兩件蛋糕。是，第一次我們真的肥了。所以這個就是比較貴一點的，大概是2000多。2200。2200元。那個維生麻子就差不多大概是70元左右。差不多。70元，這個呢就是1000多。這個不知900多而已。900多的，那我們來就30多元。八字了，30-40元了。好，所以我們現在來試吃第一個30多元的先，又是朱古力蛋糕。這一個，其實它是 Kiwi 來的。我覺得它 Kiwi 是真的放得很多的，所以我覺得稍微貴一點了。這個是朱古力來的，是嗎？是，對。這個下面的餅是很硬核的，脆的。脆的啦。入面呢，有沒有咬好的東西，朱古力。然後呢，不會太甜，我有稍微多少酸的，因為它入面好像是放了一些那些 raspberry？ 不是 raspberry， 好像果那樣的，因為它有多少咬好。這些生果就是日本生果來的。是很貴的生果，其實它真的挺貴。你看它有 blueberry、strawberry，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我都不知道什麼，不知道。之後還有這個是 grape 來的，葡提子。我覺得這個都是葡提子來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葡提子。跟著呢，大人都知道是不是日本的這個，其實這個是真的貴的，這個算便宜。最貴的就是那個顏色有點白色的，所謂白白超貴喎、如果你是不是買普通的士多啤梨雪糕來說，是大概就600元、是不是一粒的了，就是雪糕加一粒的個士多啤梨就600。如果你白色的士多啤梨加多200元，我都不明白士多啤梨為什麼這麼貴。不要緊，我們不要看貼畫畫，在下次行這個先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好奇這個蛋糕的，我都很好奇。有胡芝芝來的，真是確保它是全場最貴的那隻。這個呢是 fresh 的，真的好吃，有清新，稍微有多少甜甜地，但是生果好吸引我，哇，好大片咧，系啊，肥婆啊，佢唔系嗰只 kiwi 嚟嘅咧，叫咩 melon 啊，系 melon 嚟嘅咧，但系嗰度好似写 kiwi 咧，唔知啊，但系点解叫 melon 嚟嘅？我哋应该表错情，我明白点解啦。如果你话系咪喺日本，我哋咪一个 melon 系日本 melon。
勁貴嘅。如果你哋有去伊斯丹睇過嗰粒名咧，就知道個價格。唔記得知啊！我心諗點解 kiwi 咁貴，原來名咧。我心諗點解 kiwi 咁長咁大片？係咯，我哋誤解咗，由始至終我哋誤解。因為佢嘅英文情嗰邊係咪唔知翻譯錯先係乜嘢？所以咪難怪佢係咁貴嘅。So, 但我明明睇到佢寫 kiwi 嘅喎，唔係咩？好甜啊！個生果 ，OK。食开呢度，食开又唔知够美金啦。美金嘅蛋糕 OK 嘛？个蛋糕系 fresh 嘅。哇，咁呢间应该 OK 咯。系，要惊艳到你嘛？或者嗰个盒成日惊艳到你？个盒入边嘅多啲，呢一个就好似系生果惊艳到我。如果你好中意食生果嘅话，蛋糕方面咧，其实佢系唔错食嘅。其实呢间咧，我上网听人哋讲啦，基本上你排队真系要排一个钟到两个钟嘅。如果你真系喺餐厅入边食嘅话啦，系啦。带走你可以直接带走的，所以今天老闆叫請我吃這個蛋糕，咁高級大嘅嘢。係啊，生日快樂！有咩感想？快啲講下。開心，因為有人記得我生日。喺呢個咁樣嘅期間，我自己都唔記得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就介紹到哦，仲有一片咧，我哋聽日先食，因為太攰咗，所以咁食住先。太飽啊！頭先我哋係咪好似啲大胃王咁啊？食嗰个拉面仲食个饭，个个都系点个拉面嘅啫。我哋加埋个饭，哇，好饱！一个人食一碗面同埋一碗一个饭，唔紧要。我哋下一集再见。